山水嚟噶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甜心。走地街百二蚊两只，百二蚊两只走地街。这里呢是在香港的菜市场街头。一起看看街头的风景吧。肉铺的生意很好，一条街上三家肉铺呢。一眼望去，大家都是很自觉的戴口罩出街的啊、哦。大家都是背着环保袋，拖着拖车出街买菜的。现在呢，香港买东西只要是塑料袋啊、哦，都要一元钱一只的。仲有我哋新鲜炖肉龟子卅二蚊斤，快啲嚟拣落嚟。现在猪肉68一斤，38一斤，排骨五花肉68一斤。这条三岔路口啊，一眼望去肉铺真的挺多的啊，整个菜市场最少十几家呢。街上人来人往的啊，大家每天都是正常的出街，正常的上班。马上就要通关了啊，到时候香港的街头呢人会更多，会更加热闹，生意会更好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